不愧是日本戏剧天后，尽管真之山配长裤的朴素打扮，却还是气场非凡，完全是不老女神。天海佑希为宣传电影首度访台，看到这么多粉丝来接机，女王显然没预想到这一场面，止不住捂嘴惊讶。就等他等了8年，然后大家都等他这个机会等很久了，对，然后希望他这次来会有愉快的旅程，台湾之行这样子。看到现场苦等他的影迷，天海佑希也临时走向他们一同合照。国宝级天后真的礼仪举止都是满分，看到粉丝向他递花，马上接下道谢，有粉丝想握手，女王也亲切回握。影迷不收偶像，一路尾随他出机场，场面险些失控。他担心粉丝急，让他们不要急，也期待他在台湾度过美好的时间。优酷全娱乐最美的气质女王台北报道。不愧是日本戏剧天后，尽管真之山配长裤的朴素打扮，却还是气场非凡，完全是不老女神。天海佑希为宣传电影首度访台，看到这么多粉丝来接机，女王显然没预想到这一场面，止不住捂嘴惊讶。就等他等了8年，然后大家都等他这个机会等很久了，对，然后希望他这次来会有愉快的旅程，台湾之行这样子。看到现场苦等他的影迷，天海佑希也临时走向他们一同合照。国宝级天后真的礼仪举止都是满分，看到粉丝向他递花，马上接下道谢，有粉丝想握手，女王也亲切回握。影迷不收偶像，一路尾随他出机场，场面险些失控。他担心粉丝急，让他们不要急，也期待他在台湾度过美好的时间。优酷全娱乐最美的气质女王台北报道。